莲，你的节拍错了。可是这个电子琴太长了，我够不着啊。我和你一起弹琴吧。你们都去弹琴的话，我就少一个人击鼓了。我们在为开文艺汇演做准备啊。对了，家长大人，你来得刚好，我们少了一个鼓手呢，你来和我们一起排练吧。好了，现在就开始吧。决定了，家长大人，你还是把乐器还给我们吧。我决定让荒和一木莲的小龙代替你当乐队成员。对不起，家长大人，我也觉得小龙好像更合适。这里有一盒音乐磁盘，送给你了，或许可以拯救下你的节奏感。哎，家长大人，你以后也要跟上现在的流行呀，你的音乐太古板了，现在大家都更喜欢摇滚哦。